从深沟看世界，看见新深沟，舌尖上的深沟。走开啦！欢迎收听妮妮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午安，感谢您又在周末的中午收听我爱深沟节目。这是一个以台湾宜兰县员山乡深沟村为故事基地的网络广播节目，我是林大米。首先是深沟新闻周报，今天是2016年7月2日，农村的大人们进入收割农忙的时期，小朋友则进入暑假疯狂期。听说都市的小朋友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最期待的暑假活动是只想宅在家玩3C，然而在农村生活的小朋友选择可多了，抓虾抓鱼蹦拉之外，小农们也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暑假就是要想办法赚钱啊，例如拾荒或者卖蝉壳卖瓜牛，玩的呢也是五花八门，还有人跟妈妈说要出门打棒球，其实是去同学家打电动。而如今他们的孩子在农村长大，暑假还要在家嘛挑米做豆腐乳，还有参加童玩节，好忙哦。接下来这一则是关于小间蔬菜的南瓜园里11只鸡的追踪报道。小间的店长回忆，在种南瓜之前养了11只鸡，他们在园子里快乐的长大，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都吃草坑，但农家生活总还是幸福的。直到去年12月的某个寒冷的深夜，据说是一群野狗闯进了鸡场，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我只听到不是这个机场啦。隔天清晨只剩满地鸡毛与破碎的躯体，11只鸡全走了，店长心碎了。想念他们的时候他说，早上来就把他们放出来啊，点点名，我每天都早晚点名，只要我有上班。有取11个名字吗？没有啦，取名字就不能杀，所以老板娘说不行，不然我们就取公鸡啦，就取什么三杯啦、烧酒啦、麻油也可以，可是我没有取啦。后来老板用粗糠就地掩埋，鸡场改成菜园，所以后来的南瓜长得如此狂旺茂盛。我们认为这是喝低鸡精长大的南瓜，营养成分绝对不同凡响。请问老板娘，吃低鸡精长大的南瓜尝起来味道如何？老板娘神秘的微笑，只给了2个字：好吃。小间蔬菜即将贩售，敬请期待。紧接着由田文社社长提供的深沟爆一下。前几天深沟村的狗仔社长 Over 在深沟国小校门口目击黄校长亲自在清水沟。当深沟国小的校长真的不容易，除了要制作酵素，还要会做粿做萝卜糕，负责把腌制中的腊肉带回家翻，现在还要清水沟。社长对校长真的是敬佩万分，恭喜黄校长得到一张星星贴纸哦。深沟国小的门口没有围墙，但是有一条很清澈的排水沟，这条水沟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也是日常生活中很方便的水源，可以在水沟旁的棚子洗菜洗衣服。只是要提醒大家，洗菜的菜渣或是不小心掉进去的垃圾要尽量捡起来，不然会堵在过滤口。洗东西的时候也尽量不要使用清洁剂，以免环境无法消化。另外也提醒各位小农，在自己田区附近的灌溉沟如果有长很多水草，可以把水草拔一拔，让流水把底下淤积的泥沙冲走，这样台风季的时候才有利于排水哦。老天爷啊， Over 难得给这么正经的新闻呢。社长还有话说，收割期快到了，为了准备收割后可以在最适当的时机撒下田精种子，让田精顺利发芽，县中帮大家提早订购了田精种子，并且已经载到谷仓，请当初有订购的小农带现金去取种子，如果是零买的人也记得要带一个袋子去装哦。另外最重要的是，走的时候记得发一张好人卡给县中。最后是一则县志级新闻，硬空大师也就是小间的农夫江应德，因为晒谷子的时候坚持8分钟就要来一次就要翻一次稻谷，有别于一般人15分钟翻一次，
如此强健的体魄让田文社社长决定加封大师名号为八分钟硬空。好像个催泪。以上是这礼拜的声购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股东俱乐部的赖清松，欢迎大家来收听靡靡之音的我爱深沟。你若要知影深沟村上界清上界明上界趣味的人甲代志，欢迎大礼拜收听我爱深沟，感恩哦。大家现在听到这有很多很多声音，是因为大米现在呢在山顶一间叫做九观音寺的这个庙的面头前，而且也有听到佛乐观世音菩萨的歌。因为今天早上五点大米就去丹拿公园岛会合，咱一托拉库的友善耕作的小农今天就开始来爬山，而且到了这头城不是头城，算大溪，位大溪溪港，然后呢开始爬山起来，爬两点钟真辛苦，大粒汗细粒汗之外脚都没力气了，好感觉真的爬到面顶头来。然后一路也都听丹阿公说他自少年的时候就都起来这个山，他看到这个山路是怎样改变的，以前非常非常危险，现在总算有这样较好走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离开深沟村对丹阿公，也就是我们深沟三观宫的前主委丹阿公，来到这个营宫寺。要爱有三观宫进前，是因为先有十观音寺这间庙，咱来参拜观世音菩萨了后，嘛来听阿公一到位是拢伫咧甲这观音妈伫咧开讲啥物，因为阿公哦香一夹来跪落去，就开始念念有词。阿公拄只咱香点落了后，敢会当请阿公甲阮讲你迄当阵跪落去，啊，就安那讲。哦，那是机缘得福，啊，咱首先来到到伊的路程啊，啊，咱就是来点些香拜拜。哦，咱头先讲做主比你在上，哦啊，小弟子无我杀人在下，哦啊，今仔日阮来的心意，哦，就是讲要来向做主的神像表示感恩，哦，感恩过去啊，哦，你会当安排，哦，在咱世上啊，会当安居乐业。哦，啊，家庭平安啊，呢，哦啊，表示来个路程，哦，向有做出一些情，慈悲感恩吼，哦，啊，过来咱就是讲，啊，就是讲咱过去啊，哦，有咱的愿望、思想啊，有当达成啊，哦，这是辅助甲咱斗相共的，哦，再当达成咱的愿望，搁再讲咱这个这出来是拢有限小龙的。哦，啊，就讲即有线小龙啊，伊个用心，哦，来到对咱宜兰宜山深沟即个所在啊，哦，来种即个无用农药个、无用化学个，哦，来种即个平安米啊，甲即个啊安全个菜出来，哦，希望讲众神众佛，哦，会当甲斗相共，哦，属于即个增加即有线小龙啊个人啊，哦，即增加即智慧。啊，会当种出一个安全稻米、安全菜，啊，出来给咱哦种神仙啊，过人顶啊，啊，大家有当吃平安安尼，哦、啊，这是咱一个上尾啊，咱的祈求啦。啊，咱上主去所来，咱都爱头一个就是爱表示个感谢，哦、啊，感谢过去跟咱庇佑。啊，内底我有一段是，我在你这差不多你十五年前这卡到吼，就是讲阮三观宫啊。拄要兴建，吼、哦，迄、那个动机个事，啊，咱住在庄脚，咱大家拢智慧拢较无，也嘛毋捌讲擦过经过即个寺庙，即、這个兴建个工课。
啊，安尼在想讲要兴建的时啊，就想讲什么用个什么办法，来建这个三官宫比较较快完成啊呢。啊，迄阵我就来个遮，来个遮我是安那，就是讲听阮的，阮在阮厝边啊遐大兄遐吼，啊有来遮效劳啊，啊，就是讲伊这所在，你来山脚，啊，你起来个遮就差不多要两点两久的时间。哦，伊当阵啊，伊这点啊，遮拢无这个建材的部分，建材的部分拢是爱伫山脚遐，哦啊，讲人力安尼压起来，哦，运起来到这个所在，啊，会当建这个寺庙安尼。我当阵我想讲，嘿，啊是安那样啊，有这个遮用心的人，遮用心的信者，啊，会当讲搬这个物件起到顶头，啊，要起这个庙寺安尼，啊，我从我再挑挑来再甲看。哦，看讲这用心的人是用到什么款？哦，啊，从啊咱来遮看了啊，啊更加乎我讲有迄个信心。哦，人去山顶买溜都有法度通起这个寺庙。啊，总无讲咱遐是增加一个啊交通哦真好势的所在啊，真方便的所在，咱要来起这个寺庙，应该是较无问题啊。啊，再从啊下决心啊，落去举行这举这个三本经啊。安尼讲起来，三官宫伫咧阿公你讲迄个动机的时阵，嘛是需要一寡鼓励，所以找到遮来。啊，迄当阵三官宫，你感觉是拄着多几方面的困难，所以需要来遮搬山过岭，来行过这段山路，然后得到一寡考验，得到一寡智慧。咱三官宫一开始有欠缺啥物？伊当阵三官宫迄阵就是嘛是无地。那嘛无钱呀，哦啊，只有是讲用嘴安尼讲啊，有用咱的心讲啊，哦，想讲要来啊，为咱这个庄卡这大家要来兴建一个咱，哦，算讲咱的众神众佛的信仰的中心啦，哦，可以个集中做伙，啊，通啊来这弘扬咱的信仰，啊，恁都无钱也无地，啊，所以讲在上脑筋想讲，必用什么办法来起啊呢？哦，啊，所以讲就唔得来甲遮讲，伊山顶买你有这个安尼样啊？你有钱，敢都有法度哈做成功这工课。哦，那你过爱过人力配合遮济，啊是安那来会当起这个庙起安尼。哦，啊，从咱转去，咱就唔得更加咱的信心。哦，想讲咱遐困难的代志都有法度哈做啊。哦，啊，怎无讲在地这咱这个所在，那平地所在交通遮方便。哦，只有当咱欠钱尔，安尼无法度哈用，就是安尼。阿公，迄当阵啊是甚物款的需要？你感觉这个宫爱紧改筹备起来？哦，这个宫是安尼。咱头一部分就是像咱三官宫哦，伊个三官大帝，当阵是有这个神尊，迄、那个神尊就是拢对咱的会员吼，安尼一户一户安尼行，才讲本年的楼主就调啥人，爱甚物讲就住伫遐。哦，啊，即摆下年的楼主若调啥人，伊甚物讲伊要搁搬啥位？哦，爱安尼对安轮流安尼。啊，我是讲一个三官大帝，这神像这么大，你阿那因为互恁人安尼在请过来，请过去，啊，伊煞无一个跟恁办事处的事务所，哦，煞无安尼，哦，啊，你若要拜，我到今年就伫用伫东边的哦，这会员遐拜，啊，明年就用北边的哦，这边的会员遐拜，哦，啊，要拜时间就拢爱走来走去安尼，哦，无一个固定这个位所安尼。咁嘛，拢平啊，伫咧深沟村的会员。伫深沟村的会员安尼。哦，啊，拢安尼搬来搬去，我老母开始想讲，嗯，唔是啊，那个这个时阵啊，因讲咱的生活水准拢就提高啊嘞吼，也是古早的时代，搞不哩将军将拢无钱，他起庙什么货，哦，啊，即马到这个年代来啊，应该都是大家生活拢开始得过，哦，比较较富足，啊，应该嘛是啊，伊的神像早就甲咱庇佑，甲咱到保护啊，啊，保护甲咱有这个成就，啊，说神像才比咱人较艰苦，咱人有一位他大，啊，伊说无。哦，伊上面走走去，哦，这个头一个我就想讲，咱就爱用心落去鼓励，啊，来做一个跟咱的信仰中心，要互人来要拜拜时啊，通啊来这个伊办事处的所在，后来才甲拜来甲，你刚刚是讲讲来甲拜访，哦，伊这个所在通啊办代志安尼，哦，啊，佫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啥，就是咱这个年代吼，啊，迄阵我来看讲，愈来老岁的愈少，少年啊愈少。啊，少年咧要防台治大人诶，伊迄个时间呐，伊较少。工业社会，比如讲大家咧，啊，属农工商拢随人去，随人分散去啊。哦，啊，比如讲老伙仔，有当时啊，独居老人，
会拢伫厝个安尼。我是讲，你这老人以早佫佫起伫阮阿老爸、阮阿公迄个老人吼，伊当初那有一个杂货店啦，有杂货店通啊坐啦。干妈店。对。拢咧干妈店个所在啊，有当拄好啦。要是讲买暗嘛啦，大家来去干妈店遐个坐。啊，即卖无啊。即卖是有啦，应庆嘛吼，剩几间啊，上少个意思。毋是上少，即卖做生意个所在，你袂当对遐个坐啦。哦，对吼，无同款啊。无同啦。你爱买什么物件，你就甲买，你就爱走爱离开，你哪会使对个坐？要坐咧个坐，个坐要坐在落。对，坐袂落，坐袂落。对啊，啊，变讲迄无一个咱老人活动的集会所，啊，就是讲利用咱这个寺庙兴建起来，啊，老人拢比较甲咱这身份拢较重视啊。对。哦，伊讲啊，我来去庙遐坐上安全啊。对。哦，你上平安生命佫加庇佑啊。哦，啊，就是讲将来就爱行到这个地步，互咱这老人。哦，有一个位所，一个集中，哦，要恁俩娱乐个所在，要讲安尼讲话啦、开讲啦、泡茶啥拢好安尼。像咱双门宫即嘛嘛安尼啊。有哦，不三时拢做老者。对，拢真侪人伫啊。哦，啊，即个物件就是讲，安尼就是讲咱过去咱个思想，啊，要为公要做个代志啊，无唔对啊。啊，即阵阵会当完成到安尼，啊，我就真欢喜。啊，就是讲即有寻求感到帮助个所在，我拢有时拢会去拜拜，甲感恩安尼。我请问阿公哦，这伫咧咱做田这款呢，遮尔啊传统的农村，国语讲依赖啦，就是嘛是生活中信用的真重要的所在。一般是啥物时间是一定爱去三官宫拜拜？哦，这个咱三官宫大部分就是讲一年有三届伊的千秋啊。哦，咱就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啊，甲十月十五，这三届就是咱参观内地伊个圣诞千秋啦。嗯，要过其他，咱像咱当参观宫内底有真侪种个神像，啊，然后过啊种个神像啦，千秋人嘛拢会去。哦，啊，阮即马办到当来有啦，拢时时常常常拢庙拢有人伫办一挂即讲个代志啥，像即咱平将会啦，哦，也是讲咱来进香会参啥个。啊，这拢有啦。迄一天到宜兰，众位的阿公阿妈教我讲，什么是查某囝产？啊，就查某囝啦，转来总是，甲老母啊，伫啊，这三个啊，这三个话，啊，就拢有。啊，好啦，你爱好个，你爱好个啦，啊，就做查某囝产啦。啊，其实是老母愿意要好个啦。啊，即马若读顺后则咪讲，哎，阮咧查某囝产。其中一位阿妈，因兜有种土豆。我是种土豆迄个阿米啊，土豆是真好食，啊，不过真困难，真艰苦。六月冬的时候挽土豆，真热啊，就爱挽土豆。较番熬食较酥，滚袂烂，袂散去啦。较芳，佫较好食，较芳。阿妈，你有卖土豆，啊，恁查某囝回来会甲你摕土豆无？阮查某囝无爱食土豆。你细汉食惯是的，食了偏啦。龙山海山宜兰上盖站，我是美红手工厨房的美红姐，我的产品有手工豆腐乳、酱油跟腊肉，现在都没有，等季节到的时候你们可以来订哦。啊，现在都没有啊，啊就欢迎来订啊，我就只是想要广告而已嘛。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爱申购的广告以后一定满档，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先来哎占一下位置。阿公，其实我有听罗清雄，清雄大哥哦，真久伊都讲过，讲这友善耕作的小农来到青高村。阿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你是在地，尤其在三官宫那当中，你就是很久的主位的这个身份、啊、对这些外来的小农来说，要给在地人的信任，给地主的信任，才有他做到地，这种一开始都很需要阿公。阿公啊，那当中你在看这件事的时候，一开始到现在应该是不是想法啥 有一些改变？这个当初是，因为我那里服务咱三官宫的时候，这个服务心诚，你嘛是去做好心、做诚心的咧。哦，咱的想法、咱的意向、咱要行的脚步，嘛是想讲
啊，我服务新鲜，啊，我都是一步一步，我拢是咧做祖先的，哦，袂使去互打错，伊讲为了伤害着人的生活啥物，哦，啊，咱做的这部分都是安尼。啊，可能青松老师非常在当入来后壁，伊带动在这小龙这样子入来吼，大概嘛是应该是我对这个新鲜服务的这个有这个牵连的啦。哦，我的心就是一向都行善的这条路。行善的这条路，伊即马入来，咱深交以前是无全农药的，哦，要变讲拢防食健康平安的，哦 ，MP 即个安尼我嘛是等于甲善服务共意思啊，嘛是共款的一部分，對哦，一些路线啦，哦，你若信神信佛，你在路前，你嘛袂使求伊讲你家己个人平安，毋是安尼，你嘛是爱求路下大众的当平安，哦，啊，你即马拿这个种出来安全米、安全菜。要让大家吃平安，啊，这嘛是同款一条的，一个项目的这个路线同款啦，哦，嘛是做主神机构，哦，啊，我则想讲，诶，安尼我会当啊，这边寺庙这边吼，那有人来接，我丢丢想讲，那有人来接我这个职位，啊，我就通对这个路线，这个啊，这个有线小龙这个路线，哦，来给因到帮助，到比方到配合吧，到鼓励安尼。是安尼哦，你为着要帮助友善小农，结果无去做主意安尼哦。无啊，我要做个这阵我是去找一个少年啊，过一个托我的，职务啊。为什么袂当兼呢？唔是，你安那讲，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哩，哦，你袂当讲做到安尼无啥啥，迄项也要兼，迄项也要兼，哦，啊，到时你工课念遐嘛讲放，遐嘛讲放。要做也无一个安尼安全机密啥，拢做无出来。迄辛苦做袂出来，咱比讲咱家己的心安尼，嗯，做做唔敢无啥啥嘞，做做拢也无一个辛，一辛苦也无啥嘞。阿公，这专心来投入甲友善小农这么大诶密切的配合哦，啊，这对你家己的体力考验，像讲你嘛爱搁教大大细细汉的这个囡仔做田，啊，青分的来嘛教，熟识来嘛教。这样呢，差不多几年啊？这几年的时间，你拼真大力在这方面呢？起码呢，来是甲青松老师来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青松老师来拄拄来，迄当阵是较轻松，迄当阵人青松家己入来尔，家己入来尔，只有伊一个在问我尔。对对。哦，迄当阵我做真轻松了。哦，那你后壁来，搁带动这有线小龙，今麦再入来，这个两三批搁入来，这个。这嘛唔是讲真无闲，时间用尽，这嘛唔是。拄拄起初入来，哦，差不多伫第二届、第二批、第三批，差不多伫第二批出入来，现在有较辛苦。现在因为第二批入来人数较济，哦，现在都有五六个啊，啊五六个其中啊五六个入来拢也唔慢，拢也较未熟讲咱种稻啊是安那种。哦，啊，迄阵阵就较有需要讲，啊，人甲开破啊，甲讲安尼，哦，就伊嘛，甲咱问，啊，甲咱问的时啊，啊，咱就去甲现场，啊，甲讲这工课是安怎做，安怎做。迄段时间较无闲个，迄一头年外尔啦。迄后壁人第二批、第三批人学会晓是，后壁来人都家己咧，像即阵来我无真轻松，即阵来我其实我倒也无当个啥，只有是讲较重点个，伊会去问咱个啊。你已经教出一寡徒弟啊，勉强会嘛会好，搁教徒孙啊。对啊。像咱文昌老师，阮遮人是咱后壁过几万人，嘛拢会当带啊。对。啊，不过像迄 over 啊，是像我这种只两公的三不五时嘛，是拢要问你迄种做，实在是做简单上到公的问题，拢要是想要直接问阿公，你敢袂感觉哦，做头大的，那连这都唔知影。未，这面就是讲，咱到尾做这项代志。人若愈甲咱问，咱愈欢喜。咁安尼？对，迄就表示讲啊，咱学出来的功夫，咱学出来的功夫，已经后壁有人要甲咱接，咱就会当真欢喜、真开心啊。对。啊，佫一个，那以我来讲的吼，即有线小人无入来，我的心肝还佫较郁闷。啊，郁闷。郁闷。郁闷、忧郁，为虾米？对，佮得特别忧郁症啦，吼。迄阵是安尼样啊！迄阵拄拄咱农业上失败，农业上失败，啊，搁再讲连咱的农家的子弟啊，嘛拢往外出去，往外出去。
你家己有田，也嘛说无惊伊在咧做田。嗯。哦，只有是这老农，要上到六七十岁，这伫田地忙碌忙碌安尼，家己哪做会哪烦恼。咱一世人一心一意从事咱这农业，做到即马，这个已经下半年啦，下半代，下半世人啊。哎，咱做这個成果，说拢无人甲咱接，哦，无人甲咱接，啊，说变讲呢，哪做算哪领导嘛呢？哦，有时我咧扛，常咧扛过，做到转到厝诶，啊，一个坐落，啊，家己想着讲，咱学诶功夫，咱要拍拼诶成果，到遮来已经差不多伫乌有啊，哦，拢无人爱做，无人爱接，啊，做拢未生活，哦，哎，迄阵拄仔因遮有线小龙之外，我带动我诶欢喜，我会当讲我跟你讲喜乐欢笑。我才总啊精神起来，哦，精神起来讲啊，免为咱农的行业吧，已经有人要来接啦。嗯嗯。哦，迄阵我就是会当虚心欢喜甲因教，我就是抱负落安尼。嗯。哦，农业有人继承啊。嗯。哦，为在做当需要培养一寡在少年啊起来，后摆咱的农业啊，才袂去哦失传去。嗯嗯。有这款同款的心情的。阿公伫你共一辈，才会做农哦，辛苦一世人诶。你这个共辈来讲，甲你共款心情的人，敢有济？这个物啊，若讲起来是，人有诶较心比啦。哦，有诶想讲，你功夫我学起伫我身上，哦，啊，我是好物，我着搁来搁讲出来，哦，啊，是安尼来搁教别人，哦，啊，这种诶想法应该是较唔对啦。哦，你诶智慧。你学的功夫，这嘛是天地给你安排的，哦，安排讲啊，你出世的时候你就去做田，哦，啊去做田呢嘛是讲啊，种一寡粮食了，让人大家当吃这粮食，哦，这嘛是天地给你安排，安排啊，你都，让你会当学到有你的成就，学到你的功夫出来，啊，你的功夫全部给你含在你的脑内，啊，你唔讲出，啊，你这个讲起来嘛有一个罪过嘞，对天地嘛无公平，伊就会当要互你学这样命，这样命你学过，你就啊，你个会晓就是传到啊，传落别人啊。你袂使讲你后下老的时，你像个这功夫怎个早滴观察底去，袂当安尼，安尼就变讲犯到天条大罪。哎，啊，我就去想了安尼，啊，我再讲，我学的功夫哦，尽量我呐，要过有迄个精神通啊教出来者，有迄个地位通啊教，全部拢要放出来给别人。不管是你的子孙。还是你的心腹也好，还是讲外人要来学啥，拢悄悄爱学的。安尼，咱才袂去带着罪过同安走。阿公，你对神、对佛的这个信仰，家己做工课迄种人生观，其实是足虔诚的吼。感觉讲是爱为天服务，是这款的心意。对啊，咱就是啊，咱天地安排在这世间，哎，咱本来咱要出世的时吼。咱的这领病的是一张白纸啊，尔了。咱一张空白，咱的身躯拢空空空，安尼落来出世的。落来出世，落来你这张白纸，哦，你若以后天，你的尸骨甲天较好者，哦，甲写写较好。啊，你唔通讲这张白纸甲摕来，啊，剩一挂乌目啊，是尘土，你啊是什么啊？这废气，这尔。这俩无好的物件啥，你甲一张纸甲做甲乌乌，啊！你一张纸才怎啊？要过送去天庭？哎，你坐在恁在闲干，拢无做啥物事啊？你说拢无拿钱，你白纸摕倒转嘛好？你一张白纸塞个母牛妈妈，啊！你是毋是着烦恼天条在做？啊！你内底你若甲天者，讲有啦，哦！我落去转世时啊，啊！我嘛是啊，我学出来啥物功夫，啊！我但是我嘛有骨传咯。哦，咱的后代去啊！哦，我后迄个功夫，我也无搁早都转来。哦，咱内底比作咱会通甲天聊啊！啊，天聊来讲啊，后尾咱若是老的时，咱就咧看讲阿乌啦，即落去寒干嘛做一挂好代志哩。哦，即咱就当交差，啊，若无啥，你都对讲好，你唔交，你都提一挂歹去。阿公啊，其实哦，伫你这代遮尼辛苦的农民出身安尼，真侪拢是。甚至拢反对家里是谁做产，啊，这部分你会安那想？这部分就是讲，咱的人生哦，都在世间，都是等于咱伫做戏，一边戏同款。你这边戏要做好戏，你内底
哦，迄、那个救赎每一救拢真重要。哦，不管你是做老生、做小生、做小旦，哦，也是讲做三回啊，即拢爱要演出你的角色出来。你欠一个，你这边戏就做袂动啊！你做起来就无好看，就无留者啦。哎、嗯，咱嘛是共款，咱的辈分嘛是共款。你的属龙工商，这嘛拢交交按。你欠一项部分嘛袂使。哦，欠一项部分，哎、咱认定讲，咱就安排着做产，做产无要紧，做产咱认定咱落去做。落去做时啊，像你对我讲种啊，做到即马来，咱后代啊，无要甲咱接咱的产。无要接咱的田无要紧，但是无要接咱的田，恁就咱这田地嘛，未使讲去个放去远去啊、嗯。哦，放去远，你得爱去想办法，想办法看有人甲咱这个帮手，哦，来甲咱接将这个田、嗯。哦，种这个田呢，唔得讲你种出来有一挂粮食，唔再给咱的百姓，咱安居乐业吧。啊，你若较无粮的时，变啊，咱安居乐业。嗯。哦，啊，国家人嘛无吼。哦我是抱着讲无要紧啦，咱都做田，咱是辛苦，辛苦啊，那是讲啊，做起来那有咧成果，啊，就好啊。那、嗯、人生嘛，免讲想讲啊，咱都出事起来，咱都丢丢要赚钱，丢丢要赚钱，丢丢要赚钱，要赚真侪钱。赚真侪钱，我应该我看是跟你较无啥物路用啊。主要啦，身体来平安，啊，对社会当安静，哦、啊，啊，对每一个朋友啦，大家拢真好，真和睦，大家真和气，见面了就讲啊，阿公阿伯啊，哦、啊，也是阿兄阿弟啊。大家若有安小少问，敢无真好乐、真快乐、真快日子安尼？对啊，对啊，对啊。这都是三观中互人的感觉呢。对，阿伯、阿公、阿兄、阿弟安尼，大家一见面都是老朋友。这都是阿公你讲一开始所有所想到迄个目的之一吼，和大家有一个所在通小小斗阵啊、开讲、休困一下。哎，一个信仰的场所安尼。这信仰动作，你对你讲啊，这是动机是安那，因为会当造成这个啊，有人造成困扰，有人造成反对啊，完。其实像这个你要做这个去建庙这个哈、啊，我嘛想真济，有诶一部分在区会中啊，有诶一部分就讲，嗯，也无用过造产造产的面积来摊啊。哦，我呢是真卡人，哦，你产啊出较济，你钱也出较济。哦。啊，也嘛有人讲。哦，就照人数、人口，你这个吼，那带十个，哦，你照十个来摊；你带两个，你照两个来摊。哦，迄阵阵伊提这两条建议啊，我拢无甲采纳。啊，哦，我讲，我是讲慢，你这个信仰是用过咱的心发出来，哦，用心发出来，啊，唔是讲用过咱这啲刀器，哦啊来强制钱出来，卖安尼。我是讲卖啦，人口嘛卖摊。参加嘛，拢卖摊，哦，从安尼，互人主动发愿、出来，安就好。哦，咱落去叮当落去做，咱人啊看讲啊，这个三观宫已经伫举行啊，伫起啊。伊若看咧讲啊，安尼我就是要甲斗卡收偌济，哦，互伊家己主动发愿出来钱啊，安尼就好安尼。结果安尼嘛是会成啊，对吧？哈。成功，哦，成功的时候，我讲尾也是，我着心情若讲。啊，插较久啦，啊，就知影迄个心性，伊个做法。阮深交三观宫个三观弟弟吼，伊个做法，我个手落去看，伊袂当存钱伫你个手内。啊，有偌济爱开偌济意思啊？对，袂当存钱伫你个手内。啊，你若是有个胆量，这个工课呐，根据伊讲，好，这个工课爱做。啊，你若敢落去甲做，啊，豆豆做，做到尾啊，呐，完工个时，迄钱也就拢交出来。这么神奇对对、啊、不过现在说到这个友善社群修龙街对因为如果说较新一代对信用、啊、对宫庙的这种认识不够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去配合这部分阿公你感觉说这有需要学习的是什么部分吗这是真需要因为我们正常的人说就要望天公了哦，因为咱的石头啊，啊，咱的会做的投资的，拢是伫室外的，拢是室外啊。室外就是讲惊风台、惊大水，啊，惊天气不好、惊气候不顺。哦，这就是讲，人讲做啊，这你要赚的是土地工钱。哦，就是讲，若天地咱家己安排要偌济，互你食，啊，你才有偌济通食。哦，啊，就是讲，若是讲做产来讲啊，对咱这个信仰的问题啊。
比较爱佫佫更加重视，更加重视，更加重视是安那？伊并毋是讲伊心情来甲伊斗政治话来甲伊斗破产，毋是安尼。哦，你若有迄个信仰去甲信者，自然你要种的时间，你要收割的时间，你要落肥的时间，拢较会符合好的天气。是安那讲有即款的影响力？伊咧最自然，你就安排甲讲，我某某什么时阵来种稻啊？呢，应该是迄个较适合。啊，自然你够有迄个信心，伊咱的心情，伊会互伊一个感应。哎，好啦，差不多迄个时间就去种晒。哦，啊，你就会适合着拄好迄个较合的天气啊。哦，这嘛是等于家己会较有自信安尼吼，做农啊。对每一个阶段，会当较有自信，啊，自信有当只代志就做会较好啊。对啊，对啊，迄当工课你就做会出来啊。嗯，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啊，你嘛，煞变甲你会依赖心性嘛。哦，会想讲，其实这项工课，那要做好也是唔好做好。哦，啊，即马做咧，唔知去要钱去了钱咪，啊，唔知去要物件，啥物到位去阻碍去伤害啊咪。你家己想要怎啊？啊，我对神这样有注重，应该袂啦。应该这行头都做的是应该重视政府买家到户啊。哦。你这增加你的自信心，对来对。安尼我知啊，这个一定爱去家己去经过安尼道道啊。对，像讲阿公他带来咱来到今仔日这间石观音寺的时阵，你迄种香一夹咧，跪落去甲菩萨。讲话方式，迄种自信啊，甲虔诚，其实迄嘛拢等于家己拢已经知影讲，其实代志爱安那做，毋是讲完全都爱依赖即个神佛安尼啦吼。啊，只是讲迄回馈回来对家己人生迄种自信啊，哇，无简单。自信，比如讲咱家自信讲，我都无做歹的代志，哦，应该是袂去拄着歹的啦。家己变有即个信心出来安尼，嘿。哦，你可讲啊？我人为你讲啊，你暗路莫去啦，迄拄着什么妖魔鬼怪啥？啊，恁家己的信心会出来啊？我信神信佛嘞。哦，啊，变讲啦，心情的，你我读到尾啊，啊，我安尼行的，哪有什么代志？变讲有迄自信力出来安尼。安尼我知影啦，不管阿公你讲，以前你拢家己一个人爬这座山路来参拜这石观音寺，两点钟迄路，以前路遐歹行，你嘛家己一个人安尼爬，啊，迄个风，迄个落雨天路歹行啥，你嘛拢无得惊。你怎么讲这条？我这个想出来，我顶几月我来，原理就是跟你讲安尼。我是较早来，我人我身体骨较硬啊，骨较少血，较少血胆量较有。啊！我即马甲今年来，我七十六岁，啊！我要来个爬这山，爬一两点钟久个路头啊！哦，我是家己惊讲，因为我的体力唔够够，无够安尼。虽然我有迄个心，啊，我的体力唔够够，我嘛对三百公里头前个跋杯啦。哦，包括我今日要来去，啊，是单独我家己一个鸟。哦，啊，我要爬迄两点外真久个路头，是毋是我的体力还够够个啊？无？哦，会使你去爬。伊家应准，我再单独我家己一个再敢起来。安尼哦，阿公，安尼伊讲，那是讲，迄当阵是无背，你敢都袂来？啊，无背我唔敢来。啊，无背我唔敢来，无背唔是讲唔敢来，你家己一个唔敢来。迄胆都欠一丝丝啊！对啦，哎呀，就是讲，可能咱的体力无够，啊，到时唔知对阿喘来未？啊，救卡紧也是安尼样。阿公实在嘛危险啦。对，先做安尼。嘿，对。阿公，非常感谢你。咱今日先开讲一撮三观宫的历史，甲这个你的工课，这么多年来你，这主持的这个工课，替小农嘛，拢做感谢你。啊，最后阿公，你能甲我耍一个游戏无吼？我问你问题啊，甲做田关系，啊，你爱马上第一个想法想到啥，你就甲我回答无嘿？请问阿公，敢会当踮田里放尿？放尿袂使啦，为虾米？放尿你唔是讲安尼变起来乱酸袂使？你放尿你爱看方式，你算对日头边你袂使酸。啊？为虾米？你日头打一边出来，你袂使向日头迄边去酸尿。为虾米？因为安尼对太阳无礼貌。哦，阿公你是讲真啊，讲假？当然是真的啊，太阳有太阳神啊，太阳公啊。
太阳光你对面个酸呢，那哦，迄有时就无要紧啦，要有时伊就甲你去考。有时是正中道，有时啊。唔是啊，唔是有时阵啦，有时阵、啊，有时阵伊就去考讲，你这个真无礼貌，你过对面嘛甲抓来。啊，那所以是袂当放尿，还是讲有日头光的时阵，卖正对日头就好。卖准正日头，啊，但是你若要放尿会使，放尿你就比如讲，你爱讲出，哦，讲出个啊，我出外人我尿真紧。哦啊，要来方便就要放尿者，你爱安尼念。哦，爱向什么人讲？啊，你都唔免，你随便来讲就好啊。随便，你有讲讲话紧，若无讲，你的心肝内嘛爱想出安尼。哦。嘿，想出安尼，你在地产的、地远的所在，是讲地山。嘿。伊迄一个无形的，有当时会伫咱身边，敢那小闪啥个的。嘿。哦，啊，安尼伊就讲啊，人伊伫要放尿啊，恁来签个规矩。有道理呢，啊，就是爱安尼，这就是叫，就是咱信神信佛的这个信仰，尊重人无形的关系。阿公啊，你感觉你所熟悉的小龙倒一个上巧？巧这头几尾拢是差不多啦，有的是学得较紧，啊，有的是比讲较慢，较慢伊嘛不是讲伊较慢，比讲伊的胆量会较小出来，哎，较紧的，人伊的胆量较强。哦，伊就反正讲阿公甲讲这工课安对，阿个就必须安尼做就对啊。哦，伊敢就跟你讲，啊，家己出工就甲啊来去做，啊，当然安尼伊学落较紧。哦，阿公啊，你唔免惊伊得失人无紧，你坦白讲，都一个上工。戆的人唔是讲，隔一阵就来做为所上戆的人哦，袂戆啦。哦，安尼。大家拢以为抱负，抱负你信心，我讲要来烂尘土个啊，为要种树农业。哦，要种一寡粮食落大家吃，袂戆，大家来拢真巧，真头脑拢真清的啦。哦，迄毋是讲戆戆，是等下伊伫有动作，我拄仔伫讲，伊就家己胆量较小无，实在是即个当地我安尼甲种落就对啊。伊嘛想讲，安怎种安尼毋知使，安尼毋知使袂使，啊甲种落伊嘛较靠近，佫看看，佫看看。哦，只是差伫即个信心的关系，家己敢做，毋敢做安尼俩。阿公的心地好好，阿公都不出卖人，阿公拢不爱讲人的歹话。好，阿公都一个上好笑，都常常做迄代志，互你感觉讲啊，实在是最爱笑的。是呐，上好笑的安尼哦。上好笑，咱内底几点有啦？有一半也开始笑，有一半也都真好耍。你讲伊这项工课，就想讲呢，伊有一个可能，想要叫试看卖就对。哦。哎，阿公讲了，跟恁讲安尼做，啊，我嘛，我算用个三八种方法，啊，要落去个试看卖安尼，啊，试试有当时啊，啊，我看有当时种稻啊，种种安尼花里琵琶琵琶叫，我伊唔是好笑，我家己爱笑。你个偷笑的意思啊？我是讲，哎呀，即家己安尼发出去主动，家己落去种一个会变只种个出来。哦，阿公谢谢，另外要搁开讲一寡台语的俗语，好不好？伊个小语我一捌真少。你会晓真济啊，另回阁开讲哦，好。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